你见过高手对战中全程无伤的吗？二P是全程无伤哈，通关了对手，来看看是怎么做到的。好，打不到啊，直接反击，大跳膝打烂乱啊，这一步已经晕了，很明显。一般来说，葵花啊，倒地之后你起身不会乱动啊，因为八神经常都是跳膝然后带抓，然后你肯定也会被打死的。第一个破费出现了。啊，葵花无敌波来，哎，这下没中，再继续牵制，好，跳膝过来又要晕，还有秀一下手法啊，哎，漂亮啊，这个百合折，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百合折的时机有点不太一样，它是在跳过去的那一瞬间还没过去，四过未过就已经勾出来了啊，打的是个勾把，哎哎哎，这个是个打人机吧，兄弟，要三劈啊。啊，说鸡不说八，好，打晕，拿下，牛逼，好，关注修修，不会走丢。